1852年，安德里茨在奥地利格拉茨市成立一家小型铸铁厂。目前，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技术集团。安德里茨在全球拥有超过250个生产、服务和销售机构。安德里茨集团在它的四个主要业务领域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市场领先者。100多年来，安德里茨致力于离心泵的研发和生产，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从研发、设计、制造、项目管理、安装指导到售后服务，我们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的泵被广泛应用于清水、海水和污水领域，如供水、灌溉、防洪、海上平台、海水淡化等。在电厂里，我们的泵可用作冷却水泵，在矿区内可用作提水泵，在制浆造纸、制糖和其他多个工业领域同样可以使用。安德里茨泵用作水轮机，还可以用于生产能源。在水利机械数十年的生产经验及全面的工艺技术，为高性能的安德里茨泵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我们在奥地利、加拿大、中国、德国、芬兰和瑞士等八个地方对泵和水轮机进行研发和测试。通过各个研发中心之间的网络分享，我们为客户提供持续的安德里茨集团的专业技术。我们所有的车间在生产流程中持续改善，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客户提供优质可靠的产品。生产标准、明确的生产工艺和训练有素的员工。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质量保证、工艺要求和泵的品质使用统一标准。是一个积极的、高素质的、多样化的团队，在世界各地拥有300多名员工。我们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理想的泵解决方案，并共同为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卓越的服务而努力。如需更多的信息，请前往www.andritz.com 正斜线 pumps 或联系我们的邮箱。Pumps@andritz.com